疫情期间大家都留在家，廖碧儀就说自己一点都不无聊，只得其乐，还做了农夫。我有啊，我现在在家里成日种菜咯。其实好像回到我加拿大的生活，即是大学生的生活咯。种菜呢就跟我的狗仔玩，还有开始拍煮食吃。因为很多人呢以为廖碧儀不懂煮食吃的，我煮的东西很简单的、okay? 但你其实是懂不懂煮食吃的？懂，懂懂的。嗱開始探得，唔係你煮啲咩嘅？嗱，首先我種咗啲菜先，攞嗰啲菜嚟煮嘢食啊，你得唔得？我即係嗱，如果喺街市嗰度咧賣菜嗰、那個，佢未必識煮嘢嘅。最近有報道話 Bernice 同富二代前度舊情復熾，係咪真㗎？我冇喎，我就係唔介意同啲朋友出去食飯，係啦，咁。咁啊，佢跟住就概括咗就係前度介意復合咁啊？唔知。唔識睇啲中文啊，冇喎、啊，因為我媽咪而家咧就喺加拿大，咁咧佢冇得點可以催我噶啦，同埋我而家我家姐同埋細佬有小朋友嘅時候咧，我反而我啱啱讀完書咧，好似後生咗啊，我啱啱畢業啊，大家。林曉峰兩個仔仔都喺屋企上堂，睇住佢哋會唔會壓力好大啊？而家嗰個其實喺屋企誒，佢哋上網嗰個壓力唔係話教唔教佢功課，而係嗰個誒網絡好慢。哦，係啦。我就希望咧，即係再搞一搞個網絡啫。